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段录影是要跟你分享我对于在重新架构这里面我希望你该注意到的一些事。因为重新架构谈的是潜意识的层次去处理你所面对的问题的。假如说你用的是标准的六步骤重整，那很好，或者是说你曾经上过我的课，你用的是我发展出来的无意识重整法，其实只不过差异到一些小细节小技巧而不同而已。不管是在我的催眠治疗班所教的那一种无意识重整法，或者是六步骤重整法，你要去信任的是你已经把你的问题交给潜意识处理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什么问题？依照我这将近20年的个案的案例，有一些其实很棒的回馈哈。那么第一个我想你要去注意到的哈，就是说你一定会开始设定一个日期，对不对？就像说我在10几年前有一个案例，当时我在催眠里面我开始跟他讲，你发生的时候你会开始调整交给潜意识，然后你的行为会改变15天，那假如说没效的话，我们再换另外一种方法，标准教材讲的叫3个月，因为这个是你可以改变的哈。那么这个个案是这样的，他本身有已经是10年的强迫症了，那这个强迫症呢造成他生活上非常大的困扰，所以当时我教他这样子，到下一次他再来回诊的时候，他都跟我讲没有改变，没有好。我以为说哦这样子没效，所以我就再改另外一个方法帮他处理这个个案。他后来因为有某些状况，我觉得说我没办法处理，所以我跟他讲说，既然这样子，那显然我的技巧不行，那这样子好了，费用我退你。结果等到我要退费用的时候，他才跟我讲，在我第一次跟他做完要他15天可以改变，在那15天里面他10几年的强迫症居然都没有发作。这是不是代表那段时间他的潜意识已经接受那一段时间的他的那个行为？这个时候是很棒，你要做的是持续给他感谢，让潜意识去提出更好的替代模式。但是他没有跟我讲，我不知道我改变的方法。这个个案后来陆陆续续他也到精神科，甚至我的学生他再从精神科那边再转诊回来给我。我只能说这个个案因为有这个情形发生，我说我不敢保证，你可能去找别的老师，因为我没办法。所以请你记得第一件事情，要跟你的不管是医师心理师或者是你的治疗师要取得一致的协调，而且你要把状况告诉他好，你不告诉他，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会造成一个混淆，我们就用其他的方法继续搞，本来是在正确的路上，结果你变偏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会发现了什么问题，这个是在我去年年底我的一个学生他回来找我请求我帮忙，我说那你就来高雄找我，我现在都在高雄，那到目前为止他还排不出时间来，那我相信他的潜意识一定有理由。因为这个个案会这样子是因为他有某一些问题，反正搞了好久，后来他无意中才想到说，诶，我在学 NLP 的时候老师有教这个技巧，我来用用看，结果用了之后他发现非常有效而且非常快速。我在讲的是其实他是减重，他很快的把他的降了差不多一半，我要说的是一半哦，他给我的 mail 告诉我的状态是降了一半。但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在质疑他的潜意识了，所以他没办法去感谢，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感谢。所以为什么不管是我在教无意识催眠法或者是六步骤重整的时候，我都特别重视一件事情，你要去感谢你的潜意识，不管是次人格也好潜意识也好，都是在感谢。结果他质疑的他的次人格的某个动机，那个是我猜的了哈，因为依据他所描述的状况，他开始缓扑了，本来是在这段时间是不会吃某个东西的，结果那一段时间开始某个东西一直吃，造成生理很大的副作用。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开始察觉了说这个是他用的那个技巧的问题。但是你想啊，这个技巧在操作的时候几乎是半年的时间是非常顺利的哦，体重下降了一半，因为缓扑又回去了，
假如说你相信我们的潜意识的状况的能力，你会发现的是一种和谐的共存，而且是一种生命平和平静的状况的。假如你发现这种状况不会产生而产生暴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开始去问问你的内在的潜意识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到的，或者是我们需要去做哪些调整。这个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交给潜意识，所以不要用意识的心去猜，因为只要用意识的心猜，常常是会造成更大的反效果。你只要给他一个，哎，我们来用三个月的时间评估，其无效了请你换。基本上我所处理过的非常多的个案用到这个技巧，你只要有耐心的去做，你一定会发现有一天就是忽然间好像天外飞来一个信号，嘣，哎，我就是要这样子做。你只要照着那样子去做，其实潜意识已经给你开了一条明路了。我这将近20年在 NLP 这个领域里面，几乎没有听到说用这个技巧没有效的，也许会发生，但是最少不管是同学的回馈或者是处理个案的回馈里面，我不记得有没办法处理的。我今天跟你分享的只是这中间的两个部分，第一个时间日期你要注意，再来就是在这里面你要跟你的指导者做密切的沟通，第二个完完全全相信你的潜意识给你的。当你有一点对他质疑的时候，像我说的第二个案例其实很明显的，因为从他的给我的 mail 描述里面我就看出来他对于他的这一段时间的行为的改变质疑的，他的潜意识开始给他反扑了，结果就产生了不一样的副作用，就是在他之前没有发生的行为。 OK， 我想各位朋友重新架构你该注意的地方，今天先跟各位谈这两个点，好，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谢谢你，拜拜。